好啦，奪標先驅都入埋啦，聖詹姆士皇宮錦標入曬集，隨時起步啊！準備好啦，一起步嘅時候咧都算出得齊嘅，咁啊快少少，暫時睇到咧內檔嗰邊哇，磚框就快少少嘅，跟住出嚟盧煞城都喺前邊啦，大本嘅奪標先驅就跟住佢哋啦。咁啊外檔埋緊嚟嘅馬咧，換羽呼風嚇，咁喺佢內側咧，哇！你知內力都嗰個口都幾搶下嘅，喺佢內側咧仲有蔚藍天使咁快埋到嚟咯噃。咁然之後佢馬喺外檔暫時就強者奇遇啦，中間就新能源啦，內檔嗰邊咧暫時仲見到彎半童子嘅，後啲咧仲有咧就巴郡影兒啊，咁暫時喺最後嗰 part 咧就美俊嚟嘅。好啦，跑咗大约500米到啦，咁前面暂时咧就钻框拍住卢沙城嘅放紧头嘅，三叠嗰 part 就换雨呼风雷嗰个铁栏第四大门夺标先驱啊！哇，呢只支来力咧抢口抢得好紧要，遮住都系咁咧跳下跳下嘅，跟住嘅马啦，内档扫翠啦，就弯半童子啦，蔚蓝天使啦，外档就强者奇遇嘅，然之后嗰阵咧先见到仲有巴郡影儿啊，都比较后啲噶啦，暂时殿后喺内档仲系美骏嚟嘅，好啦，入紧弯嘅时候啦，就向住最后直路进发噶咯，前面带紧头暂时咧仲系钻框啦，就拍住咧呢匹嘅卢沙城嘅，走紧。外碟啊，換羽呼風啊，僕住第四支來力啦，內檔嗰邊大門奪標先驅開始揾位噶啦，再跟住個馬仲有蔚藍天使啦，掟出外檔咧，仲有新能源啦，內檔嗰邊彎半童子亦都要等位嘅，然之後個馬掟出外檔強者奇遇，內檔美俊暫時係重重圍困噶，包緊尾變咗巴郡影兒，入對就300米範圍嘅時候咧，前面帶緊頭咧，暫時仲係盧沙城嘅，但係呢時候內檔奪標先驅揾到位啊，現身噶，外檔上緊嚟就強者奇遇啦，咁中間咧就換羽呼風啊，最後200米嘅時候，咁前邊咧奪標先驅內檔攞咗少少優勢出嚟先，中間仲卢沙城嘅，后边上紧嚟就换羽呼风外档强者奇遇啊，四匹马好似平牌咁嘅，呢个时候咧夺标先驱卢沙城啦，出边仲有呼风换羽，过咗第一名咧就夺标先驱赢啊，第二名咧睇下系咪咧仲系顶住咧就换羽呼风就喺出边嚟嘅，强者奇遇最出嗰匹嚟嘅，内档嗰边咧其实仲有一匹威胁，佢就卢沙城嚟嘅，哇，最惨嘅美骏啊，美骏阻到啊，哇，真系冲得好劲啊！过终点之后过晒，好啦，夺标先驱睇嚟就到啦，卢沙城第二，换羽呼风第三，美骏第四，哇，美骏真系惨，真系嗰度坐到，其实亦都有道理嘅，夺标先驱入面都系嗱，并唔系想象中超卓到咁啦，几只马斗埋一嚿嘅都，其实只换羽呼风都蚀嘅，全程外碟啊。咁啊，第二就俾卢沙城攞咗，应该第二。再睇下呢個近啲嘅鏡頭，真係美俊喺裏邊捐上嚟。美俊追咗5-6個馬喺度啦，但係美俊啊慘嘅，開頭已經喺內檔都麻煩㗎啦，嗰個位都。結果就盧沙城攞咗第二啊，過曬個終點。係好啦，咁啊結果咧，英國2000年大賽嘅得主啊，哇！拍曬心口咁啊，見睇下張相啊，咁啊贏啊，不過贏得唔好多啊，奪標先驅。盧沙城第二、第三名咧，咪換羽呼風啊！其實美俊真係機靈啲嘅話，贏都有機會啊！真係俾少藉口佢啦，佢喺內檔就因為一早已經係走咗嗰個位置，同埋佢加速啊比較慢啲。可惜佢一左再左啊嘛，轉角一褪嗰度咧，佢又慘，佢再揞出少少再追，最後一百追咗4個馬位，甚至戰咁標上啊！呢度嗱喺個內欄黃衫。都仲未有位，咁你諗又係空位啦，又左翻入去啊，最憎。咁啊，再衝過啦，前面都仲有頂。但係你睇下范逸倫係冇諗住出去嘅，即係全心喺內檔等。搏位啊嘛，依家先有位，但係到啦。但係呢啲險就你要冒好大嘅險啦，當然係。自己都拗頭嘅啫，唔係佢自己頭有啲都抌心口㗎都。暫定賽果係611.9啊，嗱睇多次啊，呢個就清清楚啲啊。呢一集都幾慘，呢一集都但係呢啲博位你冒嘅險就好大嘅，所以有時跑直路賽真係公平啲嘅，你轉彎咧塞死喺裏邊真係咁好慘。香港要跑直路賽，你見？St. James Palace is always the confirmation of。Of the top 3-year-old miler, obviously he'll go on from here and take on the older horses. So, but you know, this is the of his generation. He's now between himself and Native Trail, they're the best milers around. Well done, Will. Thank you. 啊，咁啊，布宜學就講到啦，有好馬騎梗係好啦，不過都要完成到贏馬工作先得。嗱，咁即係都流露咗有啲唔多唔少有啲壓力嘅。咁佢都講到好精警嘅一句就話。
你抽個好檔，你跑得不好都可以變個曳檔，是不是講給范耀倫聽咧？唔知道。咁今次佢跑翻啦，梗係要贏啦。上次杜俊成贏噶嘛，你唔贏冇失威。咁啊，勝之武士王公錦標個派彩跑第一名啊，六號奪標先驅導人派18.5，位置派12元；第二名八號嘅盧薩成啊，位置派58.5；第三名11號換羽呼風，位置派16元；第四名係9號美俊。连赢六搭八派266.5啊，二重彩六号八号顺序派319元，三重彩六号八号十一号顺序派1609元，单天系派447元，位置 K 六搭八98.5，六搭十一24.5，八搭十一179.5。记住呢只九号嘅美俊啦，呢个都几犀利啊！睇嚟今晚呢个第四系最好难忘啊！我谂因为佢第四，所以仲难忘，包括我都好难忘。暑假應該見到佢嘅，咁啊四連環啦，6891啦，派374元，同埋四重彩六號八號十一號九號順序派6452元。賽事嘅完成時間1分39秒42。頭馬贏二馬馬頭位，二馬贏三馬短馬頭位。我终点半后5米的美俊都赢了。这场就见到柴斯王子和卡米拉颁奖。颁给高多芬，高多芬阵营。一級賽就跑曬㗎啦，今日跑咗三場啦。啊，頭先布兒學講嘅執個好檔跑場好馬，因為佢自己都排好檔嘅。今年嗰啲歐洲中距離嗰啲一級賽三歲嗰啲都立曬啦，啲男三啊，1600嗰啲啊，揸住呢幾隻輪流喺度報名都幾惡。奪標先驅、原野步道、現代遊戲，三條煙咁你都幾難轉啦，其他對手幾難搞。好啦，呢場亞視谷錦標出馬比較多啲嘅，因為退出咗一匹都仲有成19匹馬，咁多參戰馬又未睇到馬，咁啊梗係要睇片先啦，把握時間啦。